你是谁？怎么会在我家？这是我的家。这里是1299吧？你怎么会有我的地址？谁给你的？这里不是宿舍吗？这个 AX 公司叫我来这边的，他们公司离这儿不远，楼下3个站就到了。你应该是拿错地址，我在这里住了20年了，没有什么宿舍。怎么可能？我已经交了3个月的租金了。你们是不是想骗人，欺负我这个乡下人？ 你不要乱讲哦！我已经告诉过你，这是我的家，这里没有什么宿舍，不懂你杀人谁的当。你能不能帮我打一下这个号码？是他们叫我来的。我已经交了房租和管理费了，怎么会这样呢？你去报警吧。你。 乱丢垃圾会被罚款的，喏，打电话给你家人，让他们知道你平安。妈，我到宿舍了。这儿很干净，比我们家还要大几倍呢。哎，我会的，妈。哎，先不说了啊。 我是借的别人的手机。好，拜拜。你吃饭了吗？啊？你吃了没？ 我煮了西洋菜汤，也有煎蛋，不知道好吃吗？